近日，在备受期待下，青年演员肖战官宣了好莱新代言。在品牌方的官宣博文下，出现了三位肖战的老友，不是别人，都是肖战的代言品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官宣的同时，品牌方已经换好了背景图，和之前的代言品牌一样，非常宠爱自己选择的代言人肖战。据悉，肖战三位老友于田川、九阳和双立人都送来了祝福，祝贺肖战喜提新代言，也欢迎新朋友好来的加入。这个充满爱的大家庭，阵容又强大了很多。另一方面，好莱品牌方已经更换了背景图，自然就是肖战的宣传照。确认过眼神，是非常阳光的肖战，是充满魅力的肖战。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，大家看到这种温暖的场面，非常开心，也很感动。这样的肖战，试问还有谁可以阻挡其发展？恐怕只有肖战自己放弃了。从粉丝到代言品牌，再到和肖战合作过的艺人前辈，提起肖战都赞不绝口，非常宠爱肖战，认可肖战就是一位优秀的演员。总之，恭喜青年演员肖战。这么多的代言品牌，亲朋老友也非常多，相信接下来的肖战还会给我们带来惊喜。除了支持肖战的新代言品牌，我们还会期待肖战的作品。真心希望《玉骨遥》可以在暑假播出，迫不及待想看到肖战的精彩表现。我们相信不会让观众失望，我们还会继续期待和宠爱肖战。实力派演员和优质偶像肖战，确实值得支持。